原标题：今朝能迅速灭掉北宋，为何抵挡不住蒙古铁骑呢？公元1125年，金太宗发动金灭宋之战，他派伯吉烈完颜协与魏卓元帅分兵两路从山西、河北南下，最后会师北宋都城。虽然这一次进攻没有成功，但是仅仅一年后，也即公元1126年，金太宗再派完颜宗望、完颜宗翰兵分二路攻破开封，于隔年俘虏宋徽宗、宋钦宗等宋朝皇室北归，史称靖康之祸，北宋灭亡。由此，只需要两年时间，金国就迅速灭掉了北宋。除了消灭北宋之外，金国还基本上消灭了辽国。金天会三年1125年二月，金军于英州金山西应县进伏天祚地，辽朝灭亡。并且强大的金国还迫使南宋称臣，并且让西夏、高丽等国臣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金国能灭掉北宋和辽国，为何却打不过蒙古铁骑呢？一承认蒙古骑兵是一支训练有素、战术灵活、智勇兼备、令人生畏的旋风部队。蒙古铁骑在公元13世纪由成吉思汗创建，并由他的继承者保持，从而成为蒙古帝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。但是对于金国来说，实际也有一支精锐的骑兵，这也是金国可以消灭北宋和辽国的重要力量。不过对于金国来说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在迅速灭掉北宋后，金国志得意满，其军队的战斗力也迅速走向了下坡路。公元1208年，金章宗去世，李元妃立金章宗叔为少王，完颜永济继位。完颜永济继位后，立即清除李元妃等外戚势力，然而他本身昏庸且任用错人，加快了金国国力的衰落。与此同时，成吉思汗元太祖则一统大漠南北，从而对金国虎视眈眈。成吉思汗于1210年与金朝断交，隔年发动蒙金战争，展开全文二。在这场战役中，蒙古铁骑于野狐岭，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张北县与万全县交界处，大破丞相完颜成昱与将领独吉思忠率领的400000金军。由此，这场战役无疑让金国元气大伤，乃至于为其灭亡埋下了伏笔。面对强大的蒙古铁骑，金国选择将都城南迁到汴京、今河南开封。对此，在笔者看来，这促使金国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游牧地，而这不仅意味着大片游牧地的丢失，更让金国的骑兵更加缺失，而骑兵的缺失显然不利于和蒙古铁骑相抗衡。并且金国迁都到汴京、今河南开封，这无疑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，从而更让蒙古铁骑横行无阻了。与此相对应的是，南宋至少还有河流等地理环境可以削弱蒙古铁骑的优势，而金国此举反而是在放大蒙古铁骑的优势。三金哀宗即位后，鼓励农业生产，与南宋、西夏和好，任用完颜陈和尚等抗蒙名将，于公元1228年大昌元，今甘肃省宁县太昌乡击溃蒙古军。不过在金国整体实力衰落的背景下，金哀宗的努力如同当年姜维北伐一样，终究还是无法阻挡金国灭亡的历史趋势。一方面，西夏已经被蒙古铁骑消灭，金国已经遭到了蒙古的包围。此后蒙古再度对付金朝，公元1230年，窝阔台汗发动三路伐金。金哀宗坚持至年底放弃汴京，迁都归德府、今河南商丘。汴京守将崔立降盟，但是众所周知，不管是汴京还是归德府，都是无险可守之地。公元1234年，在金国灭亡前夕，金哀宗自杀，金朝覆亡。对于金国来说，
之所以无法抵挡蒙古铁骑，还在于金国消灭北宋后，尤其是迁都中原后，正好处在蒙古和南宋的包夹之下，可谓处在四战之地。四最后，在战国时期，魏国在战国初期十分强盛，不过因为地处中原之地，也即四战之地，最终还是被齐国、秦国等大国围攻，从而走向衰落。同样的道理，蒙古和南宋的联手也是金国打不过蒙古铁骑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。在消灭金国的战役中，蒙古军曰南宋将领孟拱、江海率军联合围攻。而更早之前，南宋朝廷的北伐也在消耗金国的实力。再比如南宋权臣韩托骤见金朝国势衰退，命吴林之孙吴熙管理属地，准备北伐。到了公元1206年，韩托骤发动开禧北伐，宋军一路收复淮北地区。虽然韩托骤最后在金朝与南宋的要求下被杀，但是金国也因此需要加强对于南宋的防御。在此基础上，金国向南需要防御南宋，向北需要防御蒙古铁骑。而在西夏灭亡后，金国还有西北方向的防御压力。因此在四面包夹之下，金国力量更加分散，也就更加难以抵挡蒙古铁骑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下你的观点，让我们一起讨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